我有点醒了，差不多了，快歇会儿，先歇会儿。哎，主任，我觉着甭管多少，我们够了。好了，那你们可以交易市场了。走，走，交易市场。来吧，二位。好了，你们选择吧。有线索吗？那我不知道了。这里有六个交易天平，可以任选其一倒面粉。倒入面粉后，大屏会显示倒入者姓名。当面粉到达一定重量后，有饼的天平就会随机倾斜出饼，所有饼归属最后一位倒入者。那咱交易吧。怎么着？就这个了？那就这个了。行。是吗？多少都行是吗？五号，是我到了。哦，这名儿就上来了。栾哥，我等会儿我再试一个啊。兄弟们加把劲儿啊！先等会儿吧。哦，岳老师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昨天啊，这是我昨天落的。哦，你们推磨了吗？推完了。太难推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不推出这么些来吗？我看，我昨天一人推十斤。谁呀？我。完了。你要推完弄的这个啊，我瞧瞧，我瞧瞧行吗？我瞧你那个，我昨天晚上烙的饼，你们可以买我的饼。哟，您这怎么卖个？您开个价。那你抢眼，我真是我昨天烙的。呵，这一张两张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是不是刚才盖的章？什么意思呀？盖的章就有效。这怎么卖个？我可以借给你们。借给我们？对，借一张还三张那种。那什么时候还呀，哥？好比我这会儿接走，晚上呗。不是，咱这交情，十张还一张不行吗？十张换一什么？十张还一张不行吗？我拿走我十张，你最后还一张啊？拿我当傻子不行？不是，利息有点高了。一张还两张吧，好吧？那看人了，你一张还六张，好吧？先倒面吧。我选择倒面，这是我倒面行吗？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。二哥，哎，这到多少啊？这点应该是什么时候？它是有声儿啊！你想烙一张饼就得多少面？您这点肯定是不够的。我够了，我饭量小。我够了，我饭量小。他们是拿面粉换饼是吗？我为什么我是做饼呢？奶昔。你快把你自己活进去了，马上就成熟，您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是我给你一天时间，我。侯叔，哎，我还不会，我还想再学学。行，给我烙点粉，给我往里放点粉。你咋的了？你咋弄啊？去，哎，我来吧。不，叔，我那谁，这快递，对，不是，那什么，您马上，哎，后头什么掉了？后头啊，那是咱那个。哎，别了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门口，你等我啊啊！挂了吧。侯叔，面先揉着吧。我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，憋不住了有点。你怎么上厕所呀？我就上个厕所。你赶紧去，也别耽误干活。哎，好嘞。这用人干活呢，上个厕所磨磨唧唧，赶紧去。他俩手都是面，我就看他怎么上厕所。你好，您在哪儿呢？这大排忘底下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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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您吗？站住！这就是保命的呀，这就是，今儿能不能当队长全看他了。你说到那儿是不是真的做饼？你做饼的速度，它不一定能做的特别多，一下午的时间。和面就得和俩小时。对呀，所以说我说，如果咱们不行，我点一外卖，点订几张饼，好不好？几张啊？不一样。你这个饼一会儿烙的不合格，我可不给你盖章啊！晚了，叔，晚了，洗手去。侯叔，哎，那个，求你帮个忙，你帮我把那桌子搬过去，我用一下那桌子。行，搬走吧，同意了。
不是，您帮我一块儿搬走。我搬不了，我老板没劲儿。九七啊，你在那边怎么弄的？就自己弄呗，一人弄所有这些啊。啊，猴叔，要不你给他看看，参谋参谋。不太会，猴叔，我给他那啥，我给他看看。对，你给他参谋参谋去。但是我告诉你说，这个通着的，知道吗？您放心，你们说什么我能听见。我们不说，我们就干活，叔。好，走，你们都好好干，快点啊。乐哥，啊！好家伙，看你刚刚个气势，我搭就扔这儿了。我不知道啊，成这样。咱作弊，咱有做点功夫。哎呦我天！你干嘛呢？我不知道摆出他没尺寸呀。你拍个照片，你发给他也行啊。我说咱是踏踏实实弄吧，我觉得也是。真的，反倒这样会容易会被取消。还不够吗？你们一个小时可快到了，看这意思是不好出饼啊。这多少是一站啊？你看这么大一桶呢，四叔，现在全倒进去了吗？没有，还剩个底儿了，就都倒里去吧。就这么大一桶呢，我这儿还有面呢，可以借你们面。倒吧，二哥。没动静。我这六张饼，帮我定了点啊。好嘞，师傅。怎么借法儿？咱们商量商量。咱哥俩认识十几年了，啊，你可以借我一张，然后还我两张，可以啊，行吗？行吗？哦，这名儿就往上，我那就上来了，一倒一踢也对。一会儿你再来一下，把你拱到第一个去。那我借两张可以吗？借两张，你都借走才好呢。我省得我溜达了。我也借这个。签字，到吧。不行了，哎。哎，栾哥，你借的饼，借的面啊？借饼啊。哥，那我也借两张。你借两张，你得还六张。别的，我也四张。咱哥俩感情没有像我们哥俩感情那么深厚，对不对？那不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。借两张还五张行吗，哥？借两张还五张啊。啊，您说六张，您给个台阶儿。行，台阶儿给你了，兄弟。借两张还五张。我要说四张的，哥。四，那就给不了了。四张，你这样，你夸我十句，夸十句。对，岳哥的相声说得好，这是实话啊。我春节上三亚玩，在当地这个小渔村里，村民都在看您春晚的相声。哎呦喂，走那一趟街全是，我还给您发微信来。二一个呢，岳哥成熟，岳哥稳重，岳哥歌唱得比我好啊。头一期里我说岳哥长得一般，这是错误的，我已经深刻意识岳哥长得还精神。岳哥乐于助人，关爱师兄弟。好几年之前那会儿，岳哥经常带着兄弟们出去吃饭、演出挣钱。岳哥带着我们斗地主，岳哥这样那样啊，这样那样也算不是。行，我说了，岳哥打开了，两张饼是还四张，接二还四，谢谢岳哥。好好玩啊！哎，岳老师，对，说还我带点面行吗？借面啊？对，借多少？你有多少？我有二斤，二斤我还你。借二斤还八斤，怎么到我这这么黑呢？咱俩感情没那么深，一口闷嘛。你夸，赶紧夸。这样，你说岳哥十个缺点，哎，都不用还十个是吧？你还记得你请我上你家吃饺子吗？你还记得你请我喝酒吗？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车是谁陪你上的高速吗？这些你都忘了吗？第一次合租是跟谁？第一次点外卖是跟谁？第一次看房，咱们俩人看的电视你都忘了吗？对，我都记得了。对呀，我们感情原来那么深过。别原来了，稍微见。好，我不借饼，我借面。所以说我赶紧离开这儿了。你别，那我跟你走。你借我点面，走好吗？走，咱俩走。咱俩先商量商量，这个里边这个奖先拿出来。什么奖？他这个我没确定，因为我们第一波来没确定里边到底倒多少面才会出饼，但是我们已经扔里了，这就不能回头了这个事儿。现在磨面去，万一别人来了随便倒点，把我们名字顶没了，他们要出饼，我头上那面全是白扔的。对啊，所以才从你这儿先带点。这样。他肯定用的面多，你这多少面啊？我这二斤，二斤我还你一张饼，我四两就做一张饼，是吧？啊，你二斤呢？你这是啊？我一直二两，我笑。二斤，我借一斤，一斤不一定出得来。
我就真的不能白扔，要不他俩人现在他俩人一借贷吧。猎头中心开张了啊，一张大饼即可兑换一名故宫。一个大饼，我已经没有饼了，现在。找他找于老师，四，你给我当小弟，帮我提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给你当小弟，就给半斤面，一两吧，一两少点儿。我们先去于大爷那玩会儿。